你的手真是一点儿都不抖啊，满满的都是肉，怪不得这么多人跑来打卡嘞。邓子酱了解一下，我是第一次吃哦，安排了个牛肉酸菜和虾仁玉米的，都往里头加了颗鸡蛋。哇，虾仁都放这么多，加了些辣椒面还有香葱，然后咯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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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好喜欢这种馅料被塞得满满的感觉呀、啊，看着就满足。再磕个母鸡蛋放上面，哇，其实它正儿八经的名字叫灯盏糍粑，郴州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了，因为他们这个模具有点像那个老书的灯，所以才叫灯子叫的，蛮有意思的嘞。这油锅里面咕噜咕噜的作响，给我香迷糊了。终于到我们了，在那个架子上放了那么久，现在还烫手，不过这也太 nice 了吧，里面都被塞满了嘞，真的分量好扎实。我先替你们尝尝牛肉的。牛肉是腌过的，十分入味了，这饼子外皮炸得又酥又香，一定要趁热吃。我点的是中份的，这么一个蒸的能顶饱顶一餐饭了，没吃过的可以去尝尝鲜。今天就这儿了，拜拜。